这波爽啊！哇塞，你们这波太溜了！现在比赛已经进行到了30分钟 ，ZGDX 越战越勇，就看这波团了。对面上单和射手要去中路支援，你们藏好，我从野区过来。怎么陆月去守中路，全员都要支援他去打团、啊？哎呀，我是核心，你们要保护我。小胖，你先上。好的。开团上，我上了。 哎，队长大人，你别往前啊！看这波操作，你这波是太牛了！瞬间单独一个，封印，双杀！来了来了，再杀！神器！还有吗？还有吗？封印，四杀能不能？四神封印，能不能？封印，五行之阵。哎，什么？五杀！五行之阵完成封印，Chaseman太厉害了 ，Chaseman new white class！ 哇，成哥太溜了，终于推高地了。ZGDX 在进后推塔了，哦 ，Chaseman站位比较靠前啊。哦，让我们恭喜 Chaseman， 恭喜 ZGDX！ 刚刚比赛成哥打得太凶了，是打得太暴躁了，而且不知道为什么，总觉得今天成哥好像要吃人一样。我觉得他是带着情绪打的，看他好几波不应该上他也上了，太冲动了。好像在生气，发生什么事情了吗？哎，今天中单首发也换人了，哎、是不是和这个有关系啊？嗯，有可能。你说一会儿成哥会不会爆料什么的？嗯，他不会直接怼主持人的那些傻瓜问题吧？啊、不能吧？ 啊，嗯，非常不好意思的通知大家，今天没有 MVP 的专访了。啊 ，ZGDX 队长 Chaseman 拒绝了我们的邀请，谢谢大家。为什么拒绝啊？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？解释一下呀。哎，车来了。 来，不好意思，让一下。Chaseman，成哥，等一下。今天现场 ，Chaseman 打比赛的时候带严重个人情绪，赛后还拒绝出席 MVP 采访，请 Chaseman 出面解释一下。成哥，听说你天比赛连拿200 MVP， 赛后却拒绝了采访，这种事在职业联赛前所未有。有人说你今天比赛也很情绪化，是真的吗？这种问题有什么意义吗？大家都知道，今天 Smiling 没有参加比赛，对于这件事，官方始终没有给出任何解释，这又是为什么呢？ 你见过哪个队辩证换人的时候还事先发一条微博的？请问俱乐部临时辩证是因为对上周出言不逊的 Smiling 进行了赛后惩罚吗？不是，今天的比赛换陆月上来，纯属是为了世界赛而做准备的。而 Smiling 选手以职业身份做的每一件事情，至今为止除了打架斗殴那一次，都做得很好。无论是我还是俱乐部，都没有理由惩罚他。是啊，解释一下吧。你们问够了吗？哪有人跑到别人俱乐部门口问这些的？让一下。 各位，你们要写报道我没意见，但是取什么样的标题，写什么样的内容，你们自己注意一点。特别是有几家电竞媒体，什么竞圈养殖场的，如果让我看到你们为了博眼球生编乱造，哪怕一个标点符号，试试看我们会不会把你们告到倾家荡产。怎么这样说？不是，他们平时不这样。他们怎么了？怎么回事啊？成哥，你回来了，成哥，我看比赛了，你怎么打得那么凶？教皇上身吗？你哪儿不舒服？头疼、肚子疼，还是感冒了？没有。那你怎么不接受赛后 MVP 采访？还是你看了网上那些言论了？网上说的什么？说你不满俱乐部对我禁赛的处罚，所以带情绪比赛，还不接受赛后 MVP 采访。 以表抗议，当然啊，我知道不是这样子的。你怎么？我是不满，但是不是对俱乐部。晚饭你们吃吧，不用等我了。啊、Sorry 啊，堵车啦。给你带的东西。怎么啦？不开心啊？说吧。成哥最近很奇怪。 你作为他女朋友，你这个观察力真是够敏锐啊！快明阿猫阿狗的记者都已经这么说了，少女。自从他上次摔门出去，一直到今天，话少阴沉，跟他说什么，他还是一副没有兴趣、不关心的样子。对我，更是话少，就算是搂着我的时候，也跟丢了魂似的。我问他吧，他什么都不说，就疯狂的打游戏。这几天。 我没事儿这三个字说的都快把嘴皮子磨破了，但是对他一点用都没有，我都开始怀疑他是不是对我不满。沉默、暴躁、拒不合作是陆思成啊，我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。他今天早上还说，他确实有不满，但不是对俱乐部，难道是对我？成哥是比较难猜，以前从来没有这些事儿。 就是专心在打比赛而已。嗯，你这么一说，确实是啊，好像你来了之后确实都不一样了。你也觉得是因为我？瞎猜什么呢？老毛病又犯了，是不是？当时你看到简阳在 KTV 玩不理你，自己心态爆炸提的分手，现在又来啊！我都不说你当时玩到底有多好笑，那简阳起码是八字有了第一个墨点吧？成哥这是什么呀？笔都没沾墨你就给人家定罪啦？ 我就是随便说说，成哥原本一个好好打比赛的老男人，像是被我强行拉下了神坛，沾上了乌七八糟的烟火气。至少这一点，那些脑残粉说的是没错的。唉，还烟火气，我去，我真是羡慕这些新婚小夫妇，还有互相吹捧、互相把对方当盘菜的心理。我觉得成哥不满，应该只是在不满他自己吧，这才烦着又躲着你。男人呢，有时候比我们想象中要坚强多了。 但是啊，他们的神秘的自尊心呀，又脆弱多了。说不定他现在正躲在你看不见的地方用头雷强呢，就为了你那点小小的伤口自责不已呢。什么小小的伤口？明明很大，好不好？我还为了这个去打了破伤风，做了一晚上噩梦。你有没有点爱心？分手是不可能分手的，打又打不过，只能自己一个人胡思乱想了。唉，我太难了。 觉悟还挺高的嘛，那谁让他不理我？我本来就手疼，还不过来关心一下，切，不知道我疼。对了，还有就是啊，他失踪了一整天，发微信也不回，结果第二天早上又悄悄摸摸爬上我的床，又抱着我睡。啊，刚刚还在吐槽，现在又突然秀起来，是怎么回事啊？什么秀起来了？想消失就消失，想出现就出现，这种行为。 就是王八蛋，你知道我因为他很强，哭起来。朋友，你同意了？我觉得没问题。我们是不是真的不应该在一起？